这么大只的布丁狗，它的门口其实还蛮漂亮的。那这次呢，开箱的就是我们的三号房。第二种房型哦，第二种房型是尊爵套房的房型。那除了房间的开箱呢，也会跟那个白天空中花园的样子到底是怎样的景色呢？那以及它早餐的餐厅好到底是怎样，环境如何，菜色是什么，都会在本集做那个开箱给大家看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在下面右下角帮我们点个赞哈，记得按订阅哦。这样才会收到最新的影片。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嗨，我刚刚已经确认完喽。那现在要离开大厅了，看再跟布丁狗这只再说，等一会我们见。那我们先去看房间喽，看房间到底是长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先去搭电梯。来，那我们到喽，来看。今天开箱的是布丁狗主题第三号房间，三号房间就在我的电梯口正前方，就是这个，是真可爱，这是布丁狗啊。那我们准备来开箱第三号房间哦，布丁狗三号主题房。一进来就看到这么大的布丁狗，而且三号的房间啊，布丁狗的背板不一样了耶，感觉好像被一个纸这样扎这样挡住这样子，很俏皮。那一进门啊，它这边一样就是会有咖啡，那一样杯垫一样是赠送的。对，那看一下这下面的结构就是一样，就是备品。备品就是有这个饼干啊，还有泡茶茶杯。我觉得它要特别介绍的就是这个，它的茶杯啊很特别，有看到吗？这个啊是手工的耶，而且它两个啊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手工的关系，所以就不太一样。我近一点给你看一下，对，它这个，看每个杯子都不。完全是手工的，啊，这就是杯子。那下面别一样，就是冰箱，这种的冰箱。那看这是什么饮料呢？哦，一样是百事可乐跟七喜。对，这就是一进门的茶水区，茶水区。那进门口除了茶水区啊，那就这边就是浴室了。浴室，我们来看一下浴室长怎么样呢？三号尊爵套房的浴室就是长这样子，那我们走进来看看咯。那布丁狗的镜子一样很有很可爱的这个布丁狗的贴纸。那背着行李箱，抬着行李箱，因为这一次啊，它的主题路线就是这种布丁狗旅行的路线，所以说它很多的那个设计啊都是跟行李旅行就是很有关联。那备品就是使用茶籽糖的，这个是一个是白色的这一罐啊，是如意。那这又另外一罐比较深色的，它是洗手礼。现在防疫很重要，所以记得要勤洗手。那一样是免治马桶，免治糖。二号的房型啊，跟这一间的三号房型的那个按钮啊，我觉得它是不一样的。二号房型按钮是在墙壁，那这一间呢，三号房型啊，它的按钮是在这边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就是在它是在洗手台旁边，那二号是在墙壁啊，三号是在这个洗手台旁。那挂的衣服啊，布丁狗的一样会有给这个浴袍，它浴袍它现在是挂在这里。对，这是尊爵的浴室。
那我们进来喽。那浴缸就是在这里，在这里面。噔噔，它的玻璃窗啊是在这里，小小的小小的玻璃窗，一样是可以看到外面的床。所以如果啊不是情侣来住的话，或是不是夫妻，记得上面有帘子，注意有帘子是可以拉下来的，这样就不会害羞了。那我们出去看一下房间喽。房间呢、啊、其实很大，尊爵套房啊会比那个二号房型的经典套房还要再来得大，是不是？我的镜头是不是有差？不是大，大到吼、哦，它这边呢、啊、我都可以摆一组沙发在这边了，对，都可以放在这里。那唯一的差别就是它下面它没有那个像经典套房，它下面是有点像合适这样子，可以再踩踏上去的一节。那这个尊爵套房呢，它就是直接是那种加大的双人床。那还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，它还多了一个这一扇窗景，这个窗景可以看到台北市的夜景哦。那还有多了这个主特椅，一方面是可以让你放空看看夜景吧。那因为现在还是白天，所以说就先大家照一下这个窗景外面白天的景色。那我会放一下夜景的照片给大家看。办公区，对，那它备品啊，我们来看看哦。今天的备品一样，两件大浴巾，那还有这个拖鞋，还有杯子，那杯子的杯垫，图案是一样的。对，那这个小的小条毛巾也很可爱，我也蛮喜欢的。小条毛巾，那背板这个啊也不一样了，换了这间的套房，尊爵套房啊，它的背板啊主题是这个，就是布丁狗啊被子这样子戳破的样子，这样子。那还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，还有一个小巧思，就是镜头带到这里，有没有看到电视机？电视机上面也有布丁狗耶。他就是趴在那个电视机的上面这样子，然后看着正对面的大双人床，这里是不是很可爱？除了这个啊，还有一个巧思，就是这个它多一面墙也有设计，这面墙它也有用了那个房子的高塔设计成这样子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就是尊爵房型多了这些小巧思。白天的空中花园的样子啊，我们来带大家看一下哦。这是已经接近傍晚的时候，那傍晚时候的空中花园的景色就是长这样子，是不是跟夜景啊一样，也是蛮好看的。主要是可以看到这边的、啊、这一片山灯，那正前方其实都是以前老旧的社区，所以就还好没有被挡掉很多，可是还是很可惜没有看到101的景色。对，因为它这空中花园的顶楼啊，它是面另外侧的。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它空中花园旁边，其实就是那个洗衣厂。那洗衣厂其实就是在这个木门的后面。哎，小心哦，它就有告示，关门请小心夹到手。好，这就是洗衣机，洗衣厂它自己要投币式哦。哎，这就是洗衣厂。我们现在带大家去看早餐是长怎么样子。那我们今天的天喽。一样用防滑冰。那早餐的话是在地下室一碗、嗯、那早餐要拿这个房卡券才能使用哦。那我们到了 B1 哦，早餐用餐区，那我们来带大家看那个 B1 用餐区长什么样吧。哇，你看这就是出来的样子。其实这个楼梯也是通到大厅，那一出来就可以看到这个喝用茶水的地方。再进来这个餐厅呢，就是一个小小的餐厅。那我们进去看吧。
那这边餐点其实都很简单，它可是看起来都蛮精致的，就是很小和美，然后用饭区，然后还有简易的咖啡，然后还有这个麦片，然后水果，还有我喜欢吃的地瓜嘞，也有，这是小小的，可是又蛮精致的，啊，还有烤面包。对，这就是小小的用餐区长的样子咯，介绍这样子。嗯，我先关咯，我再打开。 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伪装生活旅行家频道。重来一次，我卡到你的脸。